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带了大部队，然后我们来收果子了啊！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在这山上收果子的场景啊！马路边上到处都是芒果，哎，看那个是安逸的很。瓜嘛，也就干嘛在无所谓吧。瓜嘛，挑出来，干嘛再挑出来？收芒果，收金黄芒了哈！快点哦，有不是有的，快点折了。我们今天在外面来折。收芒果了，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树，哇，看到是芒果树，各个品种都有，安逸得很。看看，啊，这个是金黄，这个是金黄，我没有认错。哎，这个桃啊，啥金黄？这是金黄啊。少了。少，这个大金黄，那主要得几百斤。哇，来。哎呦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这个是路上，这个是路上的，你看嘛，下面坏了的，掉下来的，现在看到你好可惜哇，这个都熟了，我看吃不吃的啊？有小的小花小嘛无所谓，开扯一扯，大麻起来都不要得。我这个随时拿着。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芒果，你们晓得啥子芒果吗？前面那个叫象牙芒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个芒果好安逸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收这个哈，我们收的是贵分那个金黄啊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哦，你看悬崖峭壁，你看那边山好高好大，我天，你看那山上都是芒果，你看套的袋子的，看，哇塞，走一头点哈，不要走外头的哈。你看那底下，底下都是那悬崖峭壁上都是芒果，看没？你看。十几号嘛。哎，不，这盆在哪里？是不是？耳朵硬是不行。啊？哦，是不是没听到？老钱那个在河边，还走得下山。就是啊，叫河啊，河边去。你们收金黄吗？哎，我们收小金黄。你们有好多？哎，你们有好多？我还有两三百斤。两三百斤拿回去折嘛，折了晚上弄起过来了得。好，弄去折嘛，折了弄起过来。金黄二号我弄不过来。那不是？我没得车，没车子啊。刚刚那个叔叔他屋头芒果不是很多，大概有两百来斤，但是他因为太过了，他弄不动，我们没车子折。我们就想他折了之后，我们只用我们的皮卡车拖起回去。叔叔。耶，叔叔，你去把你的芒果折了嘛，折了我来给你拖起走。啊？我说你去把你芒果折了，我来给你拖起走。这都是你的噻，叔叔。哦，都是。哦，折了好多。两三百斤吧，走。两三百斤，还可以的嘛，这芒果还可以。折了嘛，折了，到时候我把车子，我用我的车子给你拖起上去，免得你不好拖的。你折起嘛，叔叔啊，这就是放在路边上，到时候我们上来就给拖起走。好嘛啦。哎，那、啊、你们一定要来哦，我肯定要来。我是没得车的。你没放叔叔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来啊。我也不会开车的。既然那个叔叔的芒果，我们就找人给他弄走了，因为我们主要是收了一个大片的那个，今天我们收了几万斤。然后叔叔他正好他那边有，然后有个两三百斤，不是很多，所以说因为他自己又没有车，我们就自己就找人给他弄走了。今天我们主要的就是收了一个几万斤的芒果，啊，现在也收的差不多了，也比较晚了，现在我们就回去准备直播了。